当说到牛肉，总是离不开谈论到和牛。对于肉食主义者而言，和牛就是他们眼中垂涎已久的性感尤物。同样是牛，这位牛兄弟的身价可并非一般牛群能匹敌的。和牛被称为是牛肉中的爱马仕，一块 A5 级别的和牛就要卖到2000元以上的价格，是世界上最贵的牛肉。其实这也并不奇怪，因为一头和牛在生长过程中可谓是享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，每天都要在仙境一般的牧场散步，饲料也都是采用特定的配方，而且饲养员每天还会给他们听优美的音乐，用来调节他们的心情，给他们营造一种轻松快乐的生长环境。而一头和牛身上大约只有6公斤左右的上等牛肉，所谓物以稀为贵，和牛的价值这么贵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按照品质，和牛从高到低共分为5个等级， A5 级的和牛则是业界最顶级，做成刺身也被认为是和牛的最高级吃法，是让它发挥独一无二口感的最好方式。新鲜干润的鲜薄刺身，只要一点细盐，便可品尝到属于 A5 的极致鲜美。除了极品刺身、炭烤、铁板烧等，都是和牛最常见的吃法。看起来像是雪花一般美的牛肉，在厨师的妙手下，简单的煎烤就可以产生丰沛的汁水，给人爆浆般的满足，入口即化的超棒口感，甘甜不腻的脂肪加上芳香的香气，真是让人无比满足。